我知亏郑秀文平胸当众飙脏话。我就爱他了，我就爱他了。哇塞，你好大胆，都当爸了，怎么可以趁乱告白？喂，你做咩啊？我超感动，两人在预告里也超暧昧的，加上他们曾在《孤男寡女》《守身男女》《龙凤斗》等电影里扮情侣，加上盲探已经是第七次了，难怪昨天到北京宣传会被问到这一题。为什么在电影里边你们总是能够擦进爱情的火花呢？我就爱他了，因为现实生活拍不上了，跟电影爱的。艾米呢？我也是。我们认识太晚了。嗯。笑得太晚了。那我非常愿意相信我们可能相对是认识的相识情侣。安仔在你们背后，他非常火。更令安仔吃醋的，恐怕还有这摸来摸去的桥段。我在下之前，我认为最美的就是圆圆，对。然后没想过他，想象不到他，因为我没看过，对。什么？最后打动了你呢？结果摸不到了。出局之后，哎，他跟另外的女生是有分别的。不仅亏 Simi 小，还飙脏话。他又一边演一边开车，后来意外真的发生了，差点命都没有。我离开车已经快18年了，从桥那边一直滑到水沟里面，差一点就下山了，但是还好是有一棵树挡着。然后那一天我发现我英文不错的，他说的，他说我一开始哦，苹果娱乐 online 报道。